谁制造骗局来源方冷静目光看每个处心积虑的个案线索会暗中积下一个网秘密收藏在那间房谁终没说话仍能讲有谁伪装前承诺多么的真诚，场景遗留物证。离别以后，谁愿翻开未言明的真相内情？如果天空海阔有你想追，离开伤心总会慢慢过去，重新找得到自己，一生不要掉眼。再找共鸣，是感动的错觉，用伤痕复制爱和情。从前最痛互相造证，是感情的寄托，是安全感带领，寻觅曾有过的风景。难道我？像他，让你可随时牵挂，还蒙着两眼，无视各种偏。